快上提速一定是腿重心，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讲，腰和胯、屁股、腿它是一起的。打乒乓球一定不能扶搁着腿，扎住了这重心才能有。你码住以后，你这儿就使上劲儿了。你完了，你看我码住以后，其实我这儿都没使劲儿，我就靠这一下，我这儿力量就在这儿。绝对不能分家，这个动作一出现就再见了。这你拍照挺漂亮，哈，你要是这样看，你怎么打呀？后边这个位置一定是一起的，你只要想着我没有这儿，就没有这儿更没有，我就把这儿并住，只要一球一发起来，这儿就使上劲儿，我就靠腿，它自然就能使上，才能快。你看，那每一下都发出力，其实就是这个。